让我们认识下一位选手。我是草原小鸡手呀，牧马鞭拿在手呀。我八岁。你几年级？三年级。撩我撩我哟。你住在哪个地方？我在二深圳。我的目标啊，我要一个遥控飞机，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。猫儿在我向前飞呀，风儿在我身边吼呀，啊哈嘿，啊哈哈嘿，我是草原小鸡手呀。超级小鸡，我来啦！我是超级谢爷。你干嘛的？哎，保安，这人干嘛的？这是？我怕你谢爷，我呀来教教你。教我？就你这小孩子？要说小孩子，我可不敢当。那可是一位古人，有来头。我说说，你听听。想当初。哦，还是过去的事儿。大宋朝韦应伯摇的灌血扶桥之志，司马温公的破梦救鹅之谋，汉克荣四岁让梨懂得劝行之理，十三郎五岁朝天，唐林燕七岁娶翰林，汉王江九岁温习父亲，宁安王一十二岁升为宰相，好，吴仲云七岁学文，九岁习武，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，统领千军万马，掌六军八十二支兵权，圣柔心连环金头风击蛟林，火烧阵船，上骚望风水断，前面丧江南，虽有卧龙凤雏之江邦，那周瑜也在小孩子当中之魁首。好，那当然了。你拜我为师，小鬼。谁小鬼呀、啊、哎，保安把他给弄下去。接着我继续在这里丢人。我又丢人？你怎么又来了？你，我怕你丢人，我呀来教教你。你要教我什么呀？瞧好了，带着家伙打竹马，调对调，我给大家唱一调，唱一调来说一调，保证句句不离调，您不信就听着点。我首先祝在座身体好一点，生活开心点，工作顺利点，各方面关系融洽点，祝女士们身着打扮漂亮点，性格开朗温柔点，男士们身着打扮潇洒点，言谈举止文雅点，说工人的收获多一点，农民的收成好一点，学生成绩高一点，当兵的枪法准一点，我今天说了这些点，大家来点掌声好一点。好，太精彩了。那当然了，你拜我为师，小鬼。把他给我轰下去。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我要是不展现展现我的才艺，那我不就太寒碜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，我怕你寒碜。嗯，我呀来教教你。你又要教我什么呀？ Music。让我拜你为师啊！下去。可恨，你知道吗？上来一回，上来二回，连着上来三回了。这么点小孩让我拜他为师，我要拜他为师，那我不就太难堪喽？你怎么又来了呀？你，我怕你难堪，我呀来教教你。又教什么？
选好了。嗯，哎呦。哎呀，吹得还真不错。那当然了，你不要为师小鬼。来了，你给我下去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再上来，我可饶不了你。你饶不了谁？饶不了你。哎。你小子在耍我。你小子在搅和我。长得一样的，你站过来，站过来，站过来。明白了，他俩是双胞胎，你们两个人合伙来算计我是吧？谁算计你啦？还有一个，你，各位今天可算看着新鲜了啊！你们是三胞胎。情况啊！哎呀，听好了！哎呀，坐庄进进走上台，打起竹马上起来。唱啊！我在这里先说话，我的排行是老大，我们自个一个吗？别人都叫我二当家，拉丁舞跳得好，都说老三是个宝，四兄弟不好找，他们其中我最小。那你们是？同父同母。哎呀，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！这，先鼓掌吧，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啊。这意外惊喜这是。对呀、啊。节目就是要有惊喜，对不对？就要你猜不到。对呀。刚刚咱几个人出来的时候，第二个出来，我说你还能做什么？对。然后把这个人来学会那么多东西。对，我在想，你还有时间上学吗？然后双胞胎已经离开了。我当时就思这个事儿了。对，我也等到四个全上了，我就想，这到哪儿买奶粉去啊？这不得八罐八罐买啊？你们真的是四胞胎吗？是是。相差多少时间？1分钟。天哪！相差一分钟。我哎，请问你们四位几岁了？8岁。反正他们都一边大，就一块问吧。4、8、36。不差的了，还带加法的啊！你们来自哪一个城市啊？深圳。咱复盘一下，嗯，最棒的是老四。对，老四刚才介绍这个蔡明的时候怎么说的？那个表情。来了个美女是蔡明。哎，不是，他有眼神，来再来一下。来了个美女是蔡明。快说吧，哎呀，老崔看得很细，真的，无语，好细啊细。哎，我特别想知道你们爸爸妈妈怎么把你们带大的。这见见你爸爸妈妈。见见爸爸妈妈来了没有？妈妈上台好吗？这伟大的妈妈。伟大的妈妈。辛苦了。哇。哎呀。哇，还这么年轻啊！美女啊！对，哎呦，真的。谢谢老师。这个是在您意料之中的吗？是在妈妈意料之中的吗？当时四胞胎。
对，三个半月知道的。三个半月时就查出是四胞胎。嗯、对当时你是高兴呢，还是高兴的？有高兴，也有担心，还有害怕。怕什么？第一担心他们在肚子里那健不健康，还有生出来，负担也很重，一下四个小孩一堆出来，一堆出来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哎呀，哇，他们当时四个都在你肚子里的，对啊，先欣赏照片，因为四头，他们生下来很小的，全部是早产，一个月出生，七个月就出生了，他们怪不得那么聪明，对，哎呀，我记得我有一个同事，他是制片呢、啊，他太太生了三胞胎，出现了什么毛病呢？就是常常喂错了，喂奶的时候啊，因为数不清楚到底，结果有一些太饱了，有一些饿着没吃到，这个出现过吗？有时有一个喂了两次，有一个没喂到的，还有冲凉的时候有一个冲了两三次，有两三个没冲到的，因为长得又一样，穿的也一样，是吧？我刚才想哈，那个他在那儿演，我跟蔡明对了一下眼，我说你看跟那天小孩表演那个是一样的，对，所以我特别想语。他们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哦，这不是这。因为不一样，他们会打架的。对，我当时的意思是说，我想跟这个孩子语重心长的说，对，说这碗饭不好吃，你可能干一辈子人家都不认可你，这现在我就放心了。四个人总有一个能干成吧，其他三个都用他名字就行了啊。他们开始坐飞机的时候，就是一个人拍照就可以了。对，哦，对，以后找他们拍戏比较好，找一个三个替身在后面。是的，是的，我那时候跟陈佩斯拍那个短剧，然后请那个刘全和刘全利演一个角色，他们哥俩就是谁有时间谁来。对，他们俩永远换着来，他累了，他哥哥就来了，反正长得一模一样。对，他要演戏，找一个，那四个都可以轮着来。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。真的有惊喜啊！对，今天来了，导演还解释一下，今天各讲有什么表演者。一来到他们的时候说，哎，这个我不能讲，我说奇怪，有什么不能讲了？对，原来是这样子，真的是，哎呀，想都没想到。对，然后我说的小朋友，他们的那个这个小朋友多大？导演，七八岁吧，啊。就是很含糊，我们觉得好像有什么不愿意跟我们说的，我们也没多想，没想到这么大的意外惊喜，你们太可爱太可爱了。刚才是你们四个小朋友每个人表演了一段是吗？贯口是谁？就是这个顺序来的，好像贯口是你。快板拉丁，最后葫芦丝，看蔡明，最后那看蔡明。上几年级了？三年级，这都在一个班吗？四个班。为什么不在一个班？怕老师弄乱了是吗？不是，在一个班那三个人还有心思考试啊？对啊，就一个人参加考就完了。是，因为一个班只有一个第一名、第二名嘛，什么四个人在一个班，不是一二三四？哦，是这样想，这样。哇，他们学习这么好啊？对，很好，都很好。不，他这个是四个班的第一名。哇。你们都很喜欢表演是吧？对，他们都挺喜欢表演。那个，母亲来看一看，您抱那个是老几呢？我不知道了。那旁边站的那个呢？也不是，现在那些照片如果没有写名字，都不知道谁是谁吗？也是稀里糊涂的养。哎，你们四个把名字讲一下，你们是？我是蒋云龙。蒋云龙。我叫蒋云杏。我叫蒋云汉。汉。我叫蒋云林。后面前面两个是都相同的，后面是龙秀汉林。哦。我觉得他们过关的可能性特别大，但是就是不知道他们。还有那么多时间来给大家演出吗？他们有时间。有他们有时间。那个老四有时间吗？老四，你有时间再来表演吗？有。请假，这节请假那就得了。
啊，是吧？对。你还想再来表演吗？喜欢。啊，不是，我跟老四说话了。喜欢。真的喜欢。你把刚才那句再表演一遍。来了美女是看明。开始表决。开始表决。你再表演一遍。来了美女是看明。无法抗拒，真的，加油！谢谢，谢谢，加油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！谢谢，像那个八年前轰动医院一样，今天你们也轰动了我们全场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人人期望可达到，我的快乐比天高。龙、笑、汉、林四个小兄弟，天真可爱，才华横溢。这四个一模一样的小精灵吓了主考官一跳，却也是今晚最大的惊喜。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！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！来了，美女是范明。给力四胞胎，超级笑星的舞台，欢迎你们！还送星星啊！我们问问最后妈妈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的宝贝们，好不好？希望四个宝宝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。前面的路非常很艰难，但是只要坚持下去，就一定能够达到那个顶点，就一定能成功。一定能成功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一起说加油啊！来，3、2、1，加油！让我们认识下一位。